我这边呢，有一个误会要跟你解释。闭嘴！不是你听我解释啊，霍小姐呢，其实对你并无他意，你们是没有见过的。哼，你懂什么呀？星辰与我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他从小就对我情深一片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。孽缘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想。 他如果对你有情有义的话，他怎么会跑呢？这不是你的问题吗？就是你胁迫他的。我没有。你有。我没有。你有。我真没有。哎，大哥，你们别这么暴力啊！你说我胁迫他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吗？证据。 证据就是，你看看我，看看你自己，现在又看向我，再回去看你自己。我们两人之间，他怎么会选择跟你跑了呢？啊？那是因为他不爱你。他爱我。他不爱你。他爱我。他真不爱你。看见。以后来了。行，那你怎么证明他是爱你的呢？你怎么什么都要证据啊？星辰与我鸿雁素琴，光是这几封信，足以证明他早就对我情根深重。穆公子，别人不才，那几封信正是在下写的。 哈哈哈哈哈！笑死！哈哈哈哈哈！笑死你算了，这真的是我写的。哎，我是有私心才这么干的。我跟你说，霍星辰对你根本就没有男女之情，他只要你当哥哥。好，现在换你说。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封信就是你写的呢？ 哈哈哈哈哈！笑死，穆哥哥，我喜你成疾，妙时无意。穆哥哥，你我情谊甚深，虽然暂时不能相见，但是能在这鸿雁往来之中知道彼此情谊，哎呦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哎。 好吗？现在连看见都不说是吧？无耻小人，定是你油嘴滑舌，骗得星辰将如此私密的信件透露于你。穆公子，你是耳朵不好还是脑子不好？我俩两小无猜，他爱我，他爱你，我无耻。 你，大家走吧。行。